你睇聖經嘅時候，會唔會用一個新嘅眼光睇聖經咧？更加覺得係愛。冇錯，我覺得而家睇聖經咧會豐富好多嘅。以前咧睇大使命咪去咯，傳福音咯，使萬民作我啲門徒啦。但而家咧我就會諗，今朝我擘大隻眼，哦，你們要去，耶穌叫我哋去，係啊，耶穌自己都周圍去㗎，即係會咁樣諗咧，就覺得好豐富，好豐富，可以講一篇道啊。係啦，即係每一樣嘢神叫我做，佢自己做先嘅。佢做到咩程度？我覺得好好玩，好開心。咁就係好玩。咁查經咧有興趣喎，即係你可以發掘啊嘛，一路發掘。而家你發掘慣咗咧，隨時你一見到聖經，你可以做到。但係呢樣嘢係需要時間。操練。係啊，而家睇即係用呢個方法咧，就變咗就同舊時唔同啦。睇本聖經，我都唔明佢講乜嘢，都唔知問邊個。而家就咩啊？我要睇下天父想我哋學啲乜嘢。即係嗰個變咗係唔同咗，就唔係我要揾人教我，我唔明呢句講乜。而家就係我睇下佢想我哋學啲乜嘢咁樣，變咗係好似就會學多咗咯。係，或者學多啲乜嘢？學多咗即係佢即係譬如話你學多咗即係佢點樣去愛我哋啦。咁我又要話到俾人聽佢點愛法啦。咁我又要即係要用引用。啲負面嘅嘢，然之後再用翻啲正面嘅俾人知道。即係人嘅反面例子。係啦，人嘅反面例子。對比之下。係啦。然後咧。其實就從來冇離開過，即係等佢哋去要大家一齊諗，唔係淨係我一個諗咁咯。好，感謝主。不過仲未開始完全實行曬，啱啱開始學緊。感謝主，好，亞利路亞。即係當我哋咁樣睇聖經咧，就會好唔同啦，因為會睇到。神成就任何一樣嘢都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同埋佢本身有呢個咁嘅心，嗰種好愛我哋嘅心。咁當人人都成日都覺得哇神真係好啦，即係我會想像一個 picture， 因為如果有熟人嘅眼睛，你會睇到啊神嘅靈就喺佢裏面好大嘅充滿，即係成日都喺神嘅愛中，成日都覺得神係被自己係被愛嘅，成日都好覺得好幸福。OK， 好。咁我哋而家試下就操練，其實我哋可以咧，嗱操練咧，第一就係、是、其實大家可以自己就揭任何一個經文，即係俾大家睇到咧，即係唔使話我預先穩定啊，用師你穩定嗰、那個，梗係容易講嗰個啦，即係可以話你任何一個經文咧都可以攞出嚟。不過我想講翻頭先個感覺咧，當你哋去講嗰、那個即係呢、這個分人神性情嘅查經法啦，咁我之前就因為我今次都係第琴日一次啦，今日一次啦，咁我之前咧就類似咁，就唔係咁豐富嘅。不過聽你哋講嗰陣時咧，我個心裏面好甜，好開心。感謝耶穌，繼續繼續，感謝主，哈利路亞。好，我就特登隨意揭開聖經。知啦，即係隨意揭開聖經，跟住咧就就揾一啲咧係我哋可以去發掘。嗱，甚至咧有時有啲聖經都有好負面嘅情況嘅，譬如咧呢、這個以斯拉記咧，同埋尼希米記，尼希米記佢哋咪起嗰啲起城牆啦，尼希米記。起城門啊，城牆一路起又起城門啦。咁咧起嘅時候咧就就有嗰啲敵人嚟啦，同埋佢哋裡面有內鬼喎。嗱，譬如如果啱你用呢個內鬼個嗰個經文咧，咁譬如猶大一個內鬼啦嚇，咁呢經文你點樣睇到神嘅恩典咧？即係喺呢啲經文咧係完全相反嘅。第一個完全相反嘅經文，我哋一樣可以睇到神嘅恩典。當然就唔係嗰個人睇到佢身上有咩神嘅恩典，而係相反啊！即係嗰人差得咁差，你想想，如果全世界都好似嗰啲人咁，如果全世界都好似猶大，又好似喺尼希米記，因為佢其中有啲攻擊嗰啲係佢裡面嘅猶太人咧，嗰啲人攻擊嘅。咁咧，嗰啲人喺裏面攻擊嘅時候，嗱、這個即係其實都好傷我哋㗎，係咪？即係
攻擊人的人是很傷害人的。有些基督徒拿到聖經，學到聖經是要來攻擊人的。他說你都沒有愛心的。耶穌說你愛人如己，你何時愛人如己？你何時愛我好像愛你自己一樣？哇，你聽完之後，即是他句句都會說你有沒有做在我身上？這樣的時候呢，即是他會用這些來抽證人的時候呢，是令到你 很傷心的。要求人是要求人見不到教會有愛，經常聽這些，即是他總是想人怎樣對他，而他就會告訴你聽你有什麼會做到，他就不是告訴你聽你做了什麼，有一個很負面啦。好了，我們想到這種情況是很傷害。那個經文裡面沒有講到神的恩典，但是相反，神是不是這樣的呢？神肯定不是這樣的，神是明知我們不聽話，但是神依然是會幫我們，甚至這些這麼不好的人，神都一樣給他機會。即猶大到最後的時候，其實猶大很多機會，他看著耶穌行那些神蹟，他們中間都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彼得說他真的應該看曬啦，乜嘢都看曬啦。他又聽到他們說，即是他譬如看到耶穌吩咐海停止這個風浪，即刻就停止，他應該是絕對即是看到神的恩典的，即是神都一路，而到最後呢，耶穌的警告都很嚴重，那人一生在世上倒好，即其實很警告他，如果他那時候悔改，他都是有機會的，改嫌他可不出去賣耶穌。即這樣的人神都憐憫，而且神是一個完全永遠不會出賣人的神，是永遠都是祝福，就算那些出賣他的人他依然提升的，那你就找出他相反。那你找出相反的時候很有安慰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個個都被人傷害過、出賣過的，我們在世界上看到一些人，用一個例子，當眾人都攻擊你的時候，而有一個人會站出來為你講說話，你會覺得這個，哇，這個真是朋友，但是很少的，就算他心裡面說是你對，不過他不會出聲，因為他出聲呢，可能那班人會攻擊他，但是有人會出聲，這個人是很勇敢，是我們即是覺得這個真是朋友。我們的神就是這樣，他就是即是就算眾人攻擊我們，他會提升我們，當我們聽神的說話的時候，即是有一個這樣的經文，一個這麼負面的經文，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相反，看到神的恩典。 OK， 好，馬太28章18節開始，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期。好，讓大家發掘一下裡面有些什麼神的恩典，或者看到人，你看到人的反面例子，又可以立刻反過來有神的恩典，還有神的心在裡面看到些什麼。有個去先啦，即係先啦，阿 Manny 已經講咗啦，去，其實未到去嚇，十八節先，十八節先。耶穌對佢哋話：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呢個有咩？嗱，其實神嘅聖靈包括恩典同埋律法嘅。咁啊，裡面如果有神嘅恩律法，我哋都可以講嘅。大家放聲講啦，放心講。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們，有什麼神的恩典？無條件地。係啦，無條件俾我哋，俾我哋，但係俾乜我哋咧？權柄。係啦，首先係權柄，權柄俾我哋。嗱，我哋留意先，你啱啱講咧，即係我想俾你睇得到啫。你就講咗個過程。但是他講回個來源先，即是我們盡量講回神的來源，就是他有這個權柄。好了，權柄的相反是什麼？即是我引導大家去想，因為為什麼你要想襯托出神的權柄呢？就是用相反。權柄的相反是什麼？你如果想不到相反詞，你可以不用要想的，你可以說用個不字或者沒有已經可以了，即是我的詩詞，即是外國人，沒能力有冇能力？權柄同能力有啲分別嘅喎。冇權。係啦。
係啦，權柄同能力有咩分別先？問下大家，權柄同埋能力。權係位份啊。係啦，位份係啦。能力咧？力量。係啦，如果用一個比喻講，呢個抄人講嘅啫。有一個細細粒嘅女警察，佢走埋你嗰度，我要抄你嘅牌。呢、這個女警察你隨時阿媽一拳揼落去，佢即刻成個軟曬冇曬力。但你可唔可以揼佢咧？唔可以，因為佢係執法者，因為佢係執法者，佢有權柄。冇錯，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佢有權柄嘅時候，佢話抄你牌，你冇得傾。除非你上法庭上訴，但你係唔可以。只可以問佢我犯咗咩罪嘢？即係佢如果講能力咧，除咗佢手上嗰支槍之外咧，佢嘅能力係不及你嘅。但係佢嘅權柄咧，喺嗱，如果佢喺其他權柄未必有嘅喎，佢冇權柄入我屋企喎，但係佢有權柄見到你犯法嘅時候，佢可以捉你。佢有呢個權柄啊嘛。佢權柄就係呢個權去做一樣嘢啊嘛。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給我了，都賜俾我啦。我就先講翻相反，相反係咩？因為相反先襯得出啊權柄啊嘛。相反係乜嘢？先講咗啦，冇權柄，冇權你形容出嚟咩叫冇權咧？冇乜權咧嗱，好多種權都可以形容嘅。即係話唔到事啦，話唔到事啦，係好多種生殺權啦。好似耶穌話俾拉多，如果唔係上頭賜俾你權柄，你冇得辦我。即係呢個生殺權啦，冇權嘅人會係點㗎？嗱，好多種權嘅喎，大家可以諗一啲例子啊。有冇見過啲老公俾個老婆嚇親？係呢個例子啊，即係有一個我唔記得係聽人講㗎啦。咁啊，兩夫妻出嚟分享啦。咁我太太好多嘢講啦，輪到個丈夫講咧，個丈夫唔出聲，太太出聲。控制權，即係嗰個男人咧，可以話咧，佢真係喺家裏面咧係冇曬權，即係佢咧係冇曬嗰種 authority 啊，嗰種權柄係佢太太話一喝佢即刻成個驚曬，咁佢真係冇，一個男人冇咗呢種權嘅感覺係點啊？好似唔得，好似係咯，頭耷耷，冇乜地位咯，喺邊都。所以一種權柄咧就係頭耷耷冇地位，仲有咩其他權柄咧？自由權。係啦，自由權冇咗自由權會點啊？坐監。坐監啦，俾人坐監或者俾人監控啦，俾人控制啦，成日睇住你乜嘢冇做啦，仲有啲乜嘢冇權啊？譬如你想去侍奉，但係冇權。冇權侍奉。有個有啲人啊，喺教會講，我幫下人啦。師話你唔合資格，唔做得啦。當然佢應該俾啲途徑，佢有資格噶嘛。即係，但係有啲時候，即係當然好多教會好歡迎嘅，其實好多教會好歡迎。但係有時就話喺我哋呢度，你唔夠資格，你唔可以做，咁亦都唔會俾佢有啲。即係你可以做咩咧？搬台搬凳可以做，但係呢啲咧，其他啲你唔做得咁樣。咁即係佢冇呢個權柄去服侍，呢個人好想服侍，但係冇權柄服侍嘅神咧，都係慘㗎，係咪？譬如話你趕邪靈冇權柄嘅點啊？唔走啦，係咪？係唔走啦，係咪？即係其實冇權咧，可以都係好慘嘅。咁有啲人咧，甚至好似冇生存嘅權喎。即係有啲我諗你聽過。我聽個新聞咧，喺大陸咧有個女仔啦，佢係喺雪地嗰度成日要做到咧，佢啲腳啊，嗰啲肉都冇咗啊，剩翻啲骨露出嚟。哇！我就呢個喺我唔知邊度新聞見到有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新聞，即係冇鞋著喺啲凍嘅地方，以至腳會咁樣受傷害。即係佢直情好似一個人嗰種嘅。生存的尊嚴都沒有的，其實都很慘的，是吧？但我們真的有這種神給我們這種權柄。好了，那耶穌這裡說，我們先說這些這權沒有了，然後有是怎樣？沒有，然後有怎樣？沒有生命的權，然後
亦都有啲人真係俾人宰殺喎。我啊，即係我知道有一種咁樣嘅啊，喺一啲地方咧嗰種賭博嘅方式，就是、有啲人咧佢咩錢都冇啦，啊或者佢欠落好多錢啦，啲人咧就會揾佢咧做一種遊戲。在他來說一些都不是遊戲，在其他人來說是賭博來的，你落多少注，那些槍有六粒子彈位的，放一粒下去，有個螺絲輪盤，有個螺絲輪盤，有個螺絲輪盤 OK， 對著自己的頭，你買開槍，即是有子彈有沒有子彈，如果你買中贏多少倍，買輸贏多少倍，很多人賭的，你想想那個人真的很慘，即是說有些人真的沒有生命的權利，或者甚至有些地方他是因為他政治的原因被即是沒有了這種生命的權利、被監禁很多年或者被斬頭或者槍殺沒有原因的，即是沒有這種權利。好了，這個沒有生命權利正面是什麼？有生命權利再發揮一下，即是神就是有所有生命都在他那裡出的、變成他賜給人這個能力權柄，可以甚至叫死人復活、即是我們不單止我們有生命，我們有這個生命發揮生命，我們並且可以祝福人可以得回生命。有些人賭博或者是吸毒，他的生命真的好像有等於沒有，但我們可以將他提升，他生命提升，是不是？所以權柄除了這個還有什麼權柄，就是在神那裡有的，就是他有這種生命權，並且 他是生命的來源，他將這個權柄賜給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禮物。即是我現在引導大家，就是一個經文你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所以你說權柄你可以講一篇道，就是講到這個權柄，是不是？天上地下所有權柄，即是沒有人有這種權柄，什麼權柄都有了，譬如經濟大權，很多人都沒有經濟權就很慘，是不是？有些人通常是老婆賭的，有沒有聽過這首歌？有人唱的，這個落街沒錢買麵包眼睛又怕老婆啦即是說那種即是完全被控制，當然這個是機控的，即是都的而且確有這種情況。經濟的權，神有沒有經濟的權呢？有咁神咧，係一切經濟來源都係佢嗰度。當人聽佢説話嘅時候，先求佢國同你佢嘅義，一切都加俾佢嘅。咁所以哇，神好勁喎！即係你唔係話要嚟有呢啲，係為咗我哋，係為咗神嘅天國。咁所以真係非常好噶啦。咁我哋再伸展，譬如話權柄趕鬼，真係有呢個權柄。咁而家神咧俾我一個趕鬼嘅方法啦，即係我試過好多次，就好快又好簡單又舒服，主要不是舒服，而是真的捉住神的應許。因為我試過趕邪靈，我見人趕邪靈，我自己試過趕下，硬是不出。咁我就話其實神是釋放我哋噶嘛，神是拯救我哋，神是得勝噶嘛。咁我就話你相信耶穌是得勝嘅，你相信耶穌愛緊你，跟住咧你根本一憑信心奉耶穌，一吹嗰啲邪靈就要出嚟嘅。咁我真的試過呢種情況。其實很久之前我已經用這個方法，不過現在我刻意用這個方法。我記得那時初期我就在這個，我不是說過有個精神病，有個人他醫生說他精神病其實有邪靈，我去醫院跟他講完就為他的朋友祈禱，而他其中一個朋友祈禱的時候 就笑了很久，笑了五分鐘，跟著哭了可能二十分鐘，跟著又再笑，即在個 lift 口那裡，即是聖靈充滿。那跟住呢就後來我就多次為他釋放，他每次釋放的時候，哇，那些筋全部張曬，哇那樣。那我那時就說你放心吧，吹他出來吧，一放心一吹就可以了。那我後來呢就也都趕邪靈，就發覺呢一有這種情況，一好似不舒服啊，相信耶穌得勝的，奉耶穌名將他吹出來，因為靈呢聖經用風的這個字眼，咁咧邪都係好似，即係都係可以好似風咁啊！咁我有信心嘅時候，吹佢出嚟，真係就鬆咗啦。
咁我試過又得喎。咁呢個即係一個方法，我覺得行得通嘅。咁呢個就係權柄啦。真係好快啊！即係以前咧講，起碼都要幾分鐘嘅。奉人生命，放鬆，相信一定要離開。我有呢個權柄，耶穌係愛我嘅。一吹，再講嗰時已經少咗好多啦。即係變咗係。是可能幾秒鐘，佢已經即刻鬆咗，所以係好唔同，就係佢捉實呢個權柄，我有呢個權柄。咪即係要嗰個人都要捉實先得。梗係啦，我就引到佢捉實。當然啦。我就引到佢捉實。即係佢唔肯捉嘅話，都冇好計嘅。係啊，咁咪啊，咁啊，佢趕邪靈嗰時係比較容易啲嘅，點解咧？係人都唔想咁辛苦噶嘛，咁你想繼續咁辛苦啊？你想得釋放啊？咁就咁講，咁佢梗係想噶嘛。咁你想嘅時候，咁你就。你相信耶穌愛你，同埋將你嘅生命主權交俾耶穌，耶穌就會祝福你。嗱，講到權柄咧，嗱呢個生命主權咧，就先我哋講呢個生命主權。有啲人哇，我已經俾老婆管慣噶啦，控制慣啦，而家仲要主權都俾埋耶穌喎，即係冇曬咁啦。嗱，呢個咪一個好負面嘅睇法咯。但係一個正面嘅睇法點樣啊？將主權交俾耶穌，佢天上地下權柄都佢都有啦。將主權交俾耶穌。怎樣解釋給人聽是一件好事呢？哇，很難解釋。我也聽過有些人這樣說，真的有個人他經歷聖靈很多，其實他經歷聖靈和我經歷聖靈差不多同時，我是一次聚會見到他，就跟他聊天，我又跟他祈禱，他又經歷聖靈，即是跟我差不多，我是早期的時候認識他，但是呢他很多年都是很多問題，即是不太好處理。因為前幾個月他跟我講，佢話而家我唔敢同人按手祈禱，我話點解？佢話我怕沾染，我又唔敢同人趕鬼，我怕沾染，乜都怕。即係佢就好，即係好冇呢種權柄，佢就驚，即係因為有啲人教你會沾染㗎，於是佢就唔敢去用。咁佢同我講咩咧？佢話我唔敢求神帶領我嘅路。佢點解咧？因為如果神叫我去宣教咪死，係係係，佢真係佢講到咧就係佢對於神，係喎，佢就係對於神咧係極度嘅不信任，即係覺得神咧係一個虐待人嘅人咧，專係俾埋啲你唔要嗰啲咧就塞俾你要，你邊個肯聽話咧？邊個肯聽話，佢就將啲唔好嘢塞俾你㗎啦。咁調翻轉話，神啊，我乜都聽，你就係唔好叫我宣教得，咁都得㗎，暫時唔想住咯，暫時唔得。我就會咁話咯，不如你求神俾你呢個宣教嘅心同埋恩賜，可以祝福翻。嗱呢個的而且確好多人就好怕呢樣嘢，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話要去幫助人去睇到神嘅恩典，點樣去幫人睇到神嘅恩典，有呢個動力去祝福人，其實好多方法嘅。不過大家諗多啲嘅方法。呢、这個都可以激勵我哋自己嘅。我講一啲先啦。當我講一個字嘅時候，我一講呢個字，嗰、那個字就已經走咗㗎，係咪？有冇啊？你好嘛？我講完個你好嘛已經走咗㗎啦。即係我哋嘅時間咧係不斷走咗。我啱講呢句説話，啱呢句説話已經走咗㗎啦。我喺度講一講。那個一講咧就已經走了，即係我哋時間係會全部走曬。但係當我哋俾神用嘅時候咧，嗰啲時間就會停留喺天上，同埋我哋嘅生命咧，我哋生命就係基本上我哋一生在世上嘅生命咧，都係由時間組成嘅。即係我哋咩生命咧，就係我哋點樣用時間。如果一個人嘅時間咧就用嚟睇電視咧，佢就係一個睇電視嘅生命。但係如果佢嘅生命咧，是祝福人就永遠停留紀念在天上的，即是他的生命就永遠停留。這樣想的時候，我們能夠祝福人，並且他永遠被即進入神的恩典，永遠蒙福，真的很好的。你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人，祝福很多人，並且不是一個兩個，去宣教的地方你一次一堆的，一堆你提升他的時候，你一天一堆，如果你有聖靈的能力，有神的教導，他可以很快生命改變，跟住他又大有能力，他又祝福人，即一個就生一堆，那一堆又生一堆，一直生，是很厲害的，是不是？他抄了，
係好似串燒係，係咪串燒？串燒啊！串燒啊！串燒，貓切拉麵。當你咁諗嘅時候，真係好好喎！即係我哋生命可以嘥咗，連一啲人本來落地獄真係好慘，永遠出唔翻嚟，永遠咧喺痛苦啦，係極度極度痛苦。如果你唔知道幾痛苦，你就去上網睇我嗰個23分鐘喺地獄裏面，即係你喺葉牧師嗰度咧，你揾23分鐘嘅，因為我就整咗中文字幕，咁咧就真係好淒涼。但係當我哋救一個人嘅時候，佢自己得救嘅，因為佢。應該一個基督徒一生人點都起碼應該帶一個人信耶穌啦，或者唔止一個啦，應該係好多個嘅，即係佢如果受訓練一定好多個嘅。咁嘅時候，哇！祝福真係更多人，所以去到尤其越係需要嘅地方，嗰啲地方越係有一個策略性嘅重要性喺度。咁大家信唔信？好嗱，我哋去翻呢度，即係講到話咧，主權俾耶穌，我哋點樣話俾人聽係更加好？其實人的生命如果沒有交給神，就交給電視，交給遊戲機，交給享樂，交給賺錢，那些其實都要過去的。但如果我們將主權交給神，其實很多人就覺得好像損失，但其實更加充滿喜樂，更加看著人得祝福，每個禮拜看著人得祝福，那你數起上來很厲害的，即係每個禮拜你幫到人咧係好犀利咁，所以即係呢度講到耶穌嘅權柄就係、是、佢雖然咧佢有呢個權柄，佢亦都即係我哋亦都將我哋嘅權柄俾埋佢，但係佢要將呢個權柄俾我哋喎，以致我哋有天上地下所有權柄，所以非常勁啦。好嗱，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喎，所以你們要去嗱，睇個去先啦。神係點樣嘅神啊？就聽阿 Mandy 講咗啦，佢會去嘅，點樣去法啊？神，首先耶穌點去法啊？大家放聲去講啦，放心去講。走遍各邊係啦，各城各鄉。好啦，神今日咧，聖靈今日咧，點去法？神今日內住喺我哋接受佢嘅人身上咯。係啦，同埋佢亦都不斷去感動人嘅喎。當我哋去宣講嘅時候，佢就咁就即係神咧，其實快過我哋，佢不斷去預備人嘅心，佢用各樣嘅方法，譬如我哋諗翻我哋信主嘅時候，都係不同嘅環境令到我哋有呢個心想，即係對耶穌更加開放。咁所以神係一個去嘅神。好啦，相反人嘅反面例子係點啊？唔去，就好多教會咧係好滿足於停留喺個教堂裏面，有好多活動，咩都要。練好多梗係用好多時間啦，咁啊翻教堂翻好多成日都練啦，譬如練唱歌練好多，但係我唔反對，不過有啲真係練好多好多。譬如點樣知道？咁有啲真係佢哋總之即係佢咩都要做到嗰、那個啊，就為咗啊咁都有益處嘅，即係都係有益處。不過即係話好似注意力咧，喺有啲人就係放喺我哋要做到好完美啊嗰啲外面啊，咁其實呢樣嘢嗱，如果佢有個祝福嘅心態就好嘅，但係如果純粹話我想完美咧，就唔係好啦，就變咗即係個個都停留喺個教堂裏面，我哋做咩都係做裡面好，咁當然裡面好咧都會出到去嘅，即係佢因為有啲人會帶入嚟啊嘛，但係始終帶入嚟同埋你出去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所以呢個人。總係中意點解中意唔去咧？係人嘅咩性啊？惰性啦，除咗惰性咧，仲有咩性咧？怕啊，怕醜，怕拒絕，咁啲係呢種係啊。所以其實你講嗱，即先權柄可以一邊度啦，去又可以一邊度啦，係咪？我哋點樣開始去咧？點樣開始踏出去咧？好啦，使萬民。呢個另一樣嘢喎，萬民。我哋睇慣中國人嘅樣咧，我唔知道有時你睇嗰啲民族嘅樣咧，習唔習慣啊？因為會唔會覺得，譬如有啲同一啲人民族嘅人講嘢咧，佢哋嘅方式同我哋好唔同嘅。譬如可能佢都係講英文嘅，嗱，譬如用一個具體例子啦，黑人講英文咧，同白人講英文係好唔同嘅。
有冇聽過黑人講嘅英文啊？冇，冇聽過。有口音啊！有口音用啲字好唔同啦，即係佢係好唔同嘅方式嘅。咁咧亦都有啲係即係譬如有啲係啲貧民區嗰啲人啊，啲毒販啊，啲罪犯啊，啲唔好嗰啲人啊，講嗰啲説話嗰啲語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大家有冇見過嗰啲人嘅時候咧，覺得有啲唔舒服啊？即係有啲人咧，嗰啲講嘢方式啊，嗰啲做嘢方式啊，會覺得驚咯。驚會埋嚟，驚佢埋嚟唔知有啲咩嘢嘅行為咯。係啦，呢個就係人嘅反面例子啦。即係萬民咧，我哋會有啲民族咧會中意啲嘅，嗰啲乾淨靚嗰啲啦，有錢嗰啲啦。但係如果啲貧窮嗰啲咧，即係我哋嘅心裏面都會覺得啲懼怕。但係呢度講到神係點樣樣咧？即係神叫我哋去使萬民做佢門徒，即係話神本身嘅質素係點樣？包容性好大，包容性好大。咁有啲人咧，真係佢嘅講説話方式咧，有時我哋好難接受嘅。有啲人咧，就算香港人都會㗎，有啲見到佢啲講説話方式咧，成日用粗口啦。我真係咧，我試過，因為我有時去西貢碼頭影埋英啊嘛，咁咧就隔離有兩個人喺度講。舉都係張又大聲，結果我哋要搬位，因為喺嗰度舉都粗口。咁即係我哋同有啲人相處咧，會覺得真係好難頂。但係神咧一樣喺啲人生命中做工喎，要吸引。譬如大家聽過呢個 Teddy 哥啊，呢個即係佢都係一個罪犯嚟嘅。咁我啱啱去訪問過呢個係本來做嗰啲妓院工作嘅，有耶穌有救佢，咁即係呢個真係神好大嘅恩典。咁即係神嗰種廣闊嘅心啊！當啲人仲係好衰嗰時咧，有時嗱，有時就唔係衰嘅，有時就係我哋唔慣佢嗰個方式啊。我哋人係好難接受唔同自己文化嘅人，咁但係呢度睇到神嘅就好包容性啊，即係但係人就嗰種唔係咁舒服啦。又再不要去到萬民咁遠啦，去到同一教堂咧，會發覺啲人咧中意小圈子喎。咩圈子？點解舒服啲咧？圈子舒服啲咧？同聲同氣嘛。同聲同氣，第一啦，第二咧，成日見慣嗰幾個，咁你唔使要又要關心又要問候。唔使招呼啦。即係呢幾個一走埋已經大把嘢傾啦，傾到。我以前在教堂成日都教啲人關心新人啦，佢就嗨，唔知講乜，跟住幾個咧自己走埋，嗰幾個係咁講我咯。但係嗰個新人就好似我形容，好似係企鵝記嗰度喎。我每一次咧，某程度咧，咁咧我咧就去真喺教堂，我就梗係一係同呢個傾，一係同嗰個傾，就幫佢啦。我睇住個新人，我就喺度望睇邊個行埋先，我就會大聲講。請你埋去招呼個新人嘅，跟住咧，佢哋埋去咯，埋去一兩分鐘就走開咯。有幾個又好舒服，咁呢個都係另一個人嘅質素啊。如果形容出嚟係乜嘢？容易相處嗰啲，熟嗰啲就中意啦。要去關心唔同嘅人就唔制啦，但係神就神就係咁奇妙。唔係，其實有可能佢哋驚。驚佢，我哋以前得滯，佢嚇親佢咧。係啊，呢個係的而且確原因。我以前都亦都教導呢樣嘢關心。佢話我試過關心啦，佢哋拒絕我啊嘛。咁我話我都試過被拒絕㗎，但係點解我繼續關心咧？因為我覺得佢係需要耶穌，需要我哋嘅愛啊嘛。有人拒絕啫，有人接受㗎嘛。總有人拒絕，咁拒絕係我嘅問題。但係有啲人堅持，有人拒絕我就唔會做㗎啦。做咗好，即係佢冇講出嚟啦，好受傷嘅喎，即係有人拒絕，咁佢就堅持就，即係佢仲好大聲，即係好有理直氣壯咁喎。嗰啲人拒絕點可以咁關心人咧？即係佢就會拒絕啲人。咁所以呢度睇到神嘅性情咧，就係乜嘢民族咩人幾 popular 幾孤單
幾有錢幾窮，嗯，幾驕傲神都一樣揾佢哋嘅，幾自卑嘅神都揾佢，嗯，就呢種神嗰種包容性係咪好美麗啊？神真好美麗，我哋睇自己好睇到好順眼，睇人哋咧就唔係好順眼，但係神咧就個個都即係睇到都好好愛佢。咁門徒包括咩意思啊？門徒即係其實意思係咩嘢咧？即係一個跟從者係啦，一個跟從者，一個學習佢嘅人。即係耶穌咧就想我哋做佢嘅門徒。咁呢個又包括乜嘢嘢咧？即係神嘅性情顯露啲咩出嚟咧？將佢好嘅嘢分俾人。係啦，好想我哋分享。並且有一種感染的，是不是，嗯，感染了他的生命的，門徒就是感染到他的生命的，感染到耶穌的生命，是的，感染到耶穌的生命，也都是有耶穌的樣式活出來的。 那這個有些什麼恩典呢？就是他會將人改變了。其實你可能大家有時候說，啊，為什麼想都想不到呢？那你去操練就會想到的，嗯，即是他會將一個人，本來這個人，嗯，一撇東西又不開心又煩惱又做不到事，又或者又經常打機又夜睡又掌管不到生命的，但是耶穌就會感染他。即是耶穌不是只是說好了，你們上天堂吧，啊，你等著上天堂的人，不是這樣，耶穌將他改變，整個人改造，所以一個門徒就是一個被改造的，因為改造以前他開始處理生命了，開始祝福人了，嗯，那就變得更加美麗了。所以這個就是神的什麼特質呢？神的什麼特質呢？那種愛啦，還有特別這個情況，將一個人本身是一個很多問題的人，將他改造成一個處理好生命又祝福人的人，那這種能力叫什麼？提升人生命是的，改造提升興起，即係神的特質就是興起人嘅，興起人祝福人嘅。好了，相反咩咧？人的反面例子，成埋怨咯，即係嗰啲人不肯做門徒嗰啲啦，淨係想去天堂，或者甚至有些不是想去天堂，好日烏龍，係啊，即係有些去教堂咧，想乜嘢咧？祝福我，祝福我，同埋有朋友，快啲結婚，好多人。有些人真的去教堂想快點結婚，是真的喎，確實是，是真的。OK， 咁咧即係話呢啲逃避嘅呢啲人，佢以為佢得到好多，其實係點樣咧？嗯，其實佢嘅生命好，其實好多困難，好多問題。咁但係當佢真係俾耶穌改變做門徒咧，佢就好多嘅福氣。咁所以呢個又可以講啦，就係話事實上喺很多教會裡面，即是全世界的教會加上的人數，不是門徒那些是大部分的，嗯，門徒是小部分的，真的被耶穌更新改變跟從他們是小部分。所以我們呢，神幫我們這種門徒的生命彰顯出神的榮美、喜樂、愛、關心，以致那些人被我們更新改變。但是我們周圍看的，而且有很多人呢，他某程度是門徒，但是呢他都有世界價值觀，就是我要做得很厲害，當他我要做得很厲害，他就會用了人的方法，即是我要我少了多人，他就會拔人，嗯，他就會不惜一切代價他得到人，但是當人沒有興趣的時候，他就會對他完全是扔下，嗯，因為他是做生意嘛，他基本上是做生意，即是他為神做生意，不過他是為自己，他為了想得到滿足，或者得到教會的稱讚，或者牧師的稱讚，他就做很勤力想，或者將他的地位提升，即是人又會有時即是做門徒都有個不良動機，真的會有的。有些人譬如我們見很多趕鬼呢，見很多趕鬼是怎樣，要證明給人我有能力趕鬼，即這個，就不是我想釋放這個人，我趕都給你看，哇，我幾極都很厲害，這個就是人的本質，總是回喜歡看自己。好了，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施洗其實有很多意義的，聖經講到是一個印記，即是神的印記，新約的印記，即並且是在什麼的印記的身上？
有神的名字在他身上，是不是父子聖靈的名字在他身上，所以他即係我哋有神嘅印記啦，亦都係神赦罪啦，洗我哋一切嘅罪啦，即係有神嘅呢、這個赦罪嘅藥喺我哋身上，我哋有神嘅藥嘅，亦都係與主同死同活啦。啊，我哋都係披戴基督受洗嘅，都係披戴基督嘅，即係其實咧呢、這個係同神有一種好親密嘅關係，同神嘅關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好啦，吩咐先。吩咐睇到神嘅咩性情啊？管我哋啦。啊，管咧呢、這個字咧有啲。托付。啊？托付。托付。O K。嗱，耶穌吩咐係托付啦，係其中一個托付啦。另一個咧。吩咐佢，吩咐啦，係啊。有一個教導啦。教導啦。啊，其實字眼係好緊要嘅，字眼係非常緊要。我哋知道咧。即是猜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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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我不喜歡那些要我做，我喜歡那些又不要做。為什麼會有些人這樣想法呢？人的反面例子，人的反面例子，管束管束是的，管束被綁，因為他想他的方式嘛，心懷異意，他覺得他的方式是怎樣呢？想表現自己，表現自己其一，還有呢，自己最好，自己最好，這些都是對的，他認為好的東西是的，他認為好，因為他覺得好的東西不要，他認為那些是好，那些是享受，看電視啦，玩啦，有錢啦，俾人認同啦。有啲人會感覺佢好想有喺教堂又有啲位份啦，做一啲嘢啦。喺出邊咧又有份好工啦，個個睇佢啦，又賺好多錢啦，又好多享受啦。咁佢覺得咧咁樣就係一個好見證。有啲人係咁量度嘅，好見證咧就係你又係成功人士。咁你做成功人士冇問題，不過佢個目的係成功人士咧就有問題。我是真的見過，我想大家都見過。我有一個很快的見證，不過多年前曾經即係我很熟的呢個弟兄嚟嘅。咁佢以前咧就好中意做生意，佢靚靚仔仔咧又拍啲廣告啦。咁我要為神賺好多錢，咁咧我就咁咧就係服侍神啦，即係佢咁樣有呢種心。咁後屘咧神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佢個腦生咗蟲，真係蟲。咁咧佢就喺醫院住咗，瑪麗醫院住咗兩年。跟住咧神咧，因為佢叫 Simon， 咁啊神呼召佢。得人唔得緣，咁佢就後屘咧，佢就真係佢而家都係帶職即係傳道，所以係好奇妙。但係佢冇揾過好多錢，所以係神真係好奇。神係吩咐佢，不過佢有自己嘅諗法。最初後屘都係翻翻去。係啊，即係有時神會用呢啲方法去教導人，反而佢可以得到更多。即係神嘅吩咐係最好嘅，但係好多時人咧就中意用佢方法，以為呢個方法咧。就是有世上的東西，但反而是不好的。我試過參加一個他一個基督徒他的演唱他的彈琴表演會，那呢就那是彈得真的很漂亮的，真的很好。不過當他上台祈禱的時候，我真的覺得真的好像快樂賽的祈禱，可惜總是誇耀他怎樣厲害啊，怎樣好啊，神啊，多謝你叫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啊，彈琴彈到這樣樣 啊祝福我們各樣，即全部都是一個就好像這個人呢，即很多福氣，即聽完我真的覺得呢，那些人會覺得哇，即基督徒真的很驕傲啊，即那個心態。但越是聽耶穌吩咐的人呢，就越謙和啊，謙卑啊，即係跟從神嘅路啦。反而佢祝福好多人喎，生命流露出好多嘢。好啦，都教訓他們遵守。嗱，呢個叫我哋教訓佢哋啦。咁呢個同教導嘅意思差唔多啦，即係先吩咐到。但係遵守，嗱，對於遵守亦都有反人嘅反面例子係咩啊？唔遵守啦，其中一個反叛逆啦，叛逆啦，同埋有啲人咧，佢係唔中意遵守，即係佢。
佢係好唔中意啊，即係佢唔中意有個神管佢，佢覺得遵守咧係唔好嘅。呢個就係一個人嘅反面例子，但係反而佢自己受害。但係神吩咐我哋做嘅嘢，佢有冇遵守咧？神吩咐咪就係奉父子聖靈，係人施洗。係啦，吩咐嗱呢度講吩咐你哋做嘅係指乜嘢份？凡我所吩咐你們的是指，是不是只是指大使命的？不是，是全部聖經的教導。耶穌的教導。是的。我想問你，聖經的教導，神有沒有做的自己？有。你讓數呢，除了，有一件事是天父沒有做的，就是沒有敬拜。是。只是接受敬拜而已。Yes。但耶穌有敬拜。是。聖靈有敬拜。是。這個很奇妙的，真的。但天父就沒有敬拜，因為他是接受敬拜的。那麼就認罪，天父沒有做的。但是天父有謙卑，因為他來到吸引人。耶穌聖靈都是很謙卑的，是不是？其實我們所有做的，除了認罪，神是沒有做，神是沒有悔改，他是有做好，但他不用悔改，他不是悔而又改的，他是永遠都是做得最好的。咁但係咧，其他佢叫我哋愛，愛神愛人啦。神有冇做愛神啊？有。喺三位一體裏面係愛嘅喎，天父愛聖子又愛聖靈，聖靈又愛天父又愛耶穌，咁即係佢哋彼此相愛嘅。然後佢有冇愛世人咧？有。係做到盡。耶穌有冇神有冇做曬所有吩咐嗰啲，所有吩咐我哋做嘅嘢，即係要尊敬人啊，唔好欺騙啊，祝福人啊，全部都做曬。其實佢全部做得最盡嘅喎。Yes。佢照顧亦都做得最盡嘅。當你咁諗嘅時候咧，所以有好多人就覺得神好專制，成日都要控制啲人去做。但其實佢自己係做得最盡，而一做嘅時候都係祝福我哋嘅。咁所以遵守其實係祝福。咁由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關於神嘅聖潔啦。神係俾我呢個咁樣嘅 picture 咧，我覺得好好。天堂。你去到天堂的時候，如果你遇見一個人咧，係世上係基督徒嚟嘅，不過曾經嬲過你嘅，有冇試過啲基督徒有啲距離嘅？你上到天堂的時候，佢會，因為見到你即刻擁抱你咧 ，yes， 佢會好開心擁抱你，好歡呼喎、哦， yes。 哇！你真係會唔會好感動？哇！佢而家唔再嬲我啦，咁其實我亦都一啲都冇排斥佢。天堂就咁美好，就係聖潔啊嘛。聖潔就係咁好啦，聖潔包括愛嘅，即係所有神嘅美德全部都有曬。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地上嘅家庭啦，基督徒嘅家庭同埋基督徒嘅教會、基督徒嘅小組，係咪全部都係咁樣彰顯曬呢種嘅完全行曬神嘅聖潔嘅路咧？唔係喎，因為人嘅罪啊嘛。但係我哋就好想人咁做，即係話原來冇遵從神呢啲一個後果係乜嘢咧？當我家庭冇遵從神呢啲嘅吩咐嘅時候，冇遵從神嘅聖潔，就會有咩後果啊？亂坑。係啦，亂曬大坑啦，會好多憤怒啦、不饒恕啦、失啊好多苦毒啦咁樣，咁個家庭就有好多問題。所以當喺天堂全部遵守係最好嘅，所以我哋全部遵守嘅時候咧，你就整個生命咧就會發揮啦，即係成個生命。會發揮是最美善的，但人總是不濟，基督徒裡面是有一種抗拒的力量，不過看每一個人的不同的，有沒有時有句、真的不想做，不想做這些事，不想衛生這些事，會有，我們都有一種抗拒的心，那真的我不想，那些人拒絕我不想，會有這種情況。好了，接著後面了，我就常與你們同在。這個同在呢，相反是甚麼？撇棄。撇棄，是的。就是說神是怎樣的？祂是永遠不撇棄我們的。Yes。 經常跟我們一起的。同在包括很多東西。同在帶來甚麼？同在帶來神的同在帶來神的榮耀，神的榮耀，神的愛，神的愛，平安，喜樂，照顧，智慧，即是很多人認為，即是
所以呢個其實好大嘅應許啊。相反啦，反面例子，係咪個基督徒都有神強烈嘅同在咧？唔係喎，嗰啲冇神強烈同在嘅人會點咧？或者甚至嗰個神嘅同在好弱好弱嗰啲會點咧？孤兒，同埋覺得好似祈禱冇乜幫助嘅，有煩惱祈禱好似得唔到力量，就係同神有個距離啦。咁但係我哋可以進入呢種強烈嘅同在。我當我講到對比，其實可以發揮嘅就係點樣可以話呢種嘅困難情況點樣進入翻神嗰種強烈嘅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冇聽過呢句説話？只求曾經擁有，不再因天長地久啊！即係騙人的。在世上人總係會分開，但係神係永遠都唔會分開。呢個係非常好嘅。分開又會帶嚟反面係乜嘢？帶嚟咩傷害？分開會帶嚟傷心咯。係咯，帶嚟傷心、失望咁樣痛苦。所以其實呢度經文裏面你可以發掘好多嘢嘅。咁當然你睇下你想講乜嘢啦，你唔使要。即係我哋今次好詳細咩做嘅，即係俾大家去發掘。咁我希望大家翻去用啲經文去嘗試用呢個方法去揾，去諗。即係你點樣諗咧？即係話，哇！天上地下所有權柄俾曬我㗎，我唔好做一個冇權柄嘅人。我其實權柄俾曬我㗎，即係有曬大權啦，已經俾我㗎。但係咧，我居然咧又剛強硬膽嗰啲，係啦，又居然有時又會擔心，又話想劈炮啊。咁其實我哋唔使咁嘅。咁咧，我哋賜俾我哋，送俾我哋，唔係我哋賺翻嚟喎。賜啊，所以呢個字都係另一個字啦。有啲人想賺取，好咁，然後咧去啦，我哋就放低自我，我哋去祝福人嘅時候咧，係一個大嘅祝福嚟，而唔係咧好似捆鎖住，覺得唔夠膽放低呢種懼怕。使萬民做我門徒，萬民。有些我都不是很難接受的人，比較難接受。其實當我去到讀書的時候，我接觸黑人，我看到黑人，即有時即未認識的時候就覺得黑人總是有一種的那種英文叫 stereotype， 即好像一種黑人就是這樣的。但我真的見到有些很 好的黑人，即有不同的人，即當你接觸的時候你發覺萬民，我們去真的接觸一些跟我們不同的人，做門徒，我哋真心全心俾耶穌掌管我哋嘅生命，唔好淨係做一個信徒，俾耶穌改變我哋嘅。然後咧，奉父子聖靈嘅名施洗，我哋都有神嘅名喺我哋身上，我哋已經受咗洗嘅，我哋已經係有神嘅印記喺我身上嘅，屬於耶穌嘅，耶穌要洗我哋嘅罪嘅。咁耶穌吩咐咧都係金石良言嚟嘅，係生命之道嚟嘅，係生命，係俾我哋生命。當你行呢條路咧，你唔俾人影響，你行神嘅路，你嘅生命就發揮啦。但係你受人影響，你就會痛苦啦。咁咧就去遵從，越遵從咧，家庭嘅樣都會有光輝。所以我自己嘅心就係，我去到邊度，即係神俾我啲意念，我可以好似盡量接近天堂嘅模式，讓我嘅家庭好似天堂，讓我嘅群體我服侍嘅人好似天堂，讓我接觸嘅人嘅時候都好似感受天堂。其實做得到的，當我成日都諗人，唔係諗自己，唔係諗我得到乜，咁我反而我真係仲得多，我越祝福咧越得得多嘅。又耶穌所講嘅，施比受更為有福。咁神就常與我同在啦，哈利路亞！成日都感受到神，非常好。我今朝咧諗到呢度，直到世界的末了咧，我仲諗咗一樣嘢，好開心。耶穌翻嚟，世界的末了，我哋同耶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亞！同神咧永遠一齊。好開心。即係呢度係末了，但係其實又唔係末了。係同神可以永遠一齊。